在这一段该不会吧都要哭了，已经八年的一个时间了。我们送君千里，终君一别，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。是是，谢谢 Kit 在这八年来对我们节目的一个贡献。为什么是和？哇，好感动哦！等一下感谢的话，哎，明示明示啊，明示啊，明示啊。王仁大就交给我们，好，打开。有时候发现，就是当时为什么不想要当农夫，因为你会觉得你会失去一个全世界。但是结了之后，发现了新世界。世界，我很会讲话耶。老婆会看，老婆的爸爸也会看。人夫，也就是我爸。毕竟人夫的求生欲望都很强。对的，真是驾驭有道。他被驾驭，他被驾驭，他被驾驭，他的部分是他被驾驭。哎呦，你的部分，哦，要训妻呀！老婆会看，老婆会看哦。哇，外面有大声。这部分就是要跟你讲脸。他在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丈夫为天，他就是把我当天。”哎，学姐厉害，学姐。就我发现，我们现在是全 P 的加入。我加入加一。我们可以聊一些人夫的话题了，他可以参与。怕大家会觉得无聊，其实没什么好，因为没什么好，没什么好，没什么好聊。终于聊完头，就婚姻就这样。我现在是蛮 enjoy 在这个身份的，老实讲。你有觉得其实有一点不一样，就心态上，没错，心只有心态，心态，眼睛，生活还是一样，眼睛，对啊，你不可以乱看的，对，不可以看的东西。哦，这就是你的问题了。你说我吗？要训妻，训妻，真的要训妻，怎么训妻？他都说我是他的天呢。哇塞，哇，我今天在讲，对，我今天在讲啊，你是我的天，古天乐，好不好？这样就开心，我没办法回复啊，因为这样开心，因为他就那个啊，人生就胜利组啊，完美啊，没什么，没有啊，没有攻击，坤达，坤达，你说他丑，然后哇，好好笑，啊，没有人觉得他丑，没有攻击点，没有着力点，真的，而且也没有装扮到，有装扮到他一辈子好命，梦想，哎呦，有这种命，有这种命。就只有你有，我一开始也有一点，有一点，这句话有心酸，因为从后面，我一开始也有一点，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人从入演艺圈来，就是一直做偶像到现在还是偶像，还是可以让他，我有试着在转换跑道了，现在帮你们分队，好，各位来，帮我们分，你们开心，我觉得就丢丢哎。就给你了，黄队应该是我了吧？不确定 ，OK。还是对，黄队不见得是你呀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可以穿好看的制服喽，可以穿好看的制服喽，和美。爱美，还有啊，那和美如愿以偿哦，绝对啊，绝对啊。不用穿服是我的，我已经在里面了。哎，我已经在里面了。好，各位先播报出来哈。来，威廉是黑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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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队。好，好，来再来。郭靖，黑队。基本上黑队。混打黑队。哎，你没有，我没有制服哎。好美，哦，哎呀，哦，两美，美美啊，美美。那么只有谁没有拿到？我没拿到哎。在这一段该不会吧都要哭了，已经八年的一个时间了。我们送君千里，终君一别，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。是是，谢谢 Kit 在这八年来对我们节目的一个贡献。啊，如果您算一算人数是够的，哎，所以
为什么是河？哇，好感动哦！对啊，讲一下感谢的话。哎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的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为什么是河？感谢，巨大转变哦！真的要到底怎样啦？好不好？我们也希望你这个此后可以好好去履行你生命当中该完成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完人大就交给我们。好，打开。自己选择的，对，自己选择的。你爱他吗？我当然爱啊。哦，啊，他爱你吗？爱到爆。哦，哎呦！上一次领到盒子的衣服，就是我那时候晋升为封面仔小队长。哦。那个时候我一度以为我要被玩很大踢出去，就后来他们这么一留。我就待了八年，超不简单，真的是八年，我很大，喜怒哀乐全部都经历过，真的。今天开始，我就要跟之前完全不一样，他态度不一样，不会，态度完全不一样，不要了，变得比较成熟，是不是？变得我就严格，不要太多的意见，我要把意见交给各位的队员，让你们，我要学，让你们学习的长大。现在变爸爸，他也算是你们学姐了。学姐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发号施令，我们听你的。学姐，谢谢，好不好？现在开始你发言。OK， 开始吃饭。OK， 吃饭了吗？可以，学姐，吃饭的，学姐，吃饭的，学姐，学姐 ，Let's go， 学姐。